我题目大概有两个哦。第一个就是因为517的那个体验活动，不好意思跟书蛮离题的，但是我在那个活动中在各种体验的时候啊，我觉得很奇妙，我想问博士，就是我觉得那些体验我感觉我并没有情绪，没有所谓悲伤喜乐的情绪，可是会想掉眼泪，我想知道为什么，可是我没有，我觉得我没有情绪起伏。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比如说博士最近就是也比较累，那为什么这么忙这么累的时候还想要办这样的活动？那过去我们也办过全日公休，那我想知道在这种不管大型规模啦大规模的全日的公休，就是百忙之中会做这样的事情，我想知道为什么会愿意这样做，就博士为什么这么忙愿意这样做，然后在这样大型的公休就是我们大家一起体验会体验些什么，谢谢。好，你前面讲说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但这不是悲伤也不是什么激动，但是好像眼泪会想流出来，这就是一种心流的观念，就是在一个无事无想，在一个没有也很轻又清醒又轻松又宁静的状态你受到这个遗体或心的感染，好像有个共鸣，这共鸣是更深的层面，它不是透过脑，所以你没有这些感受，也不是难过或什么，假如难过是脑在作业，在更深，它好像就是告诉你这个经文差不多了，该回家吧，对不对？你把这个重点好像都挪在别的地方，人间的方面，该往更内更回转吧。那这种共鸣它的力量是远远大于人间的这个兴趣或是有些杂七杂八的事情。过去我讲心的力量远远比这个世界的力量不成比例的大，但是我们人当然去拒绝掉，拒绝这个反弹，给他阻碍不让他出来，此人到某一个程度到最后他还是被吸收掉，因为那个力量太大，你感受这个力量，这个力量叫你从每一个那个内流出来，泪也好，他想表达他自己，就最多只是这样。那你前面后面再讲就是不舒服啊，我个人嘛，你在刚才问或者在忙啊，忙得很，在美国那忙到我也跟你分享，有时候我 video conference 是夜的一点在开始，我都这样夜里一点这个外面是可能在美国或哪里是下午一点或是几点，就深更半夜，像昨天我们录音为的风潮，我也跟你分享过，这5月17号我们这个杨总经理这个那天人太多嘛，4000位你都知道，你在帮助照顾最清楚，他在我后面帮我大一个拥抱，我们杨总经理嘛，我在签书的时候你还记得吗，不给我大抱这样子，我就马上感觉就是他，一方面是他的诚恳，他的这个很从他中心这样流出来一种可以讲是慈悲也好，爱也好，一种关怀也好，他知道我在忙，他最多就不用占用时间，我当场就这样感觉我也应该要照顾他，照顾风潮，我们合作很好嘛，好久没有一个作品，这眼睛的状况不舒服，所以我们昨天你还记得，你也跟着一起去，跟我们几位同事，我们就到录音室，没有准备，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但总是知道5月17号没有讲完，就像今天我也补充了好多这些观念，因为你看就这样子2个小时过去了，很快，所以那天严格讲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对不对？好像一个基础，我要像楼梯一直帮大家设立一个平台。录音师昨天我们去了，也没准备，其实我前面也跟你大家分享，我还有点咳嗽，有点说，我说昨天前天晚上睡了不到1个小时哦，因为深更半夜还在这个还在临在别的地方嘛，在别的地方在进行啊，在有，那为什么你在问你的问题说为什么要做办这活动办这个，也就是说我知道这一次有一个流，有个潮流，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大的一个能量，可以讲说是一个螺旋场，一个资讯场，一个意识场在动起来，因为这个地球差不多了，灰灭也差不多了，你可以讲演化也差不多了，往好地方讲演化也差不多了
啊，我们人的聪明已经到一个地步差不多了，聪明到一个地步好容易懂，好多很抽象的观念都可以懂。那那么聪明的人，我认为这个时间到了，需要有，只要有个触媒，有谁去用针从旁边去点去戳，在心，点到心，都在心制造一个伤口好了。这样讲，用我的语言，这个时点是个大机会，转型的大规模转型的大机会。那因为这样子，我认为这种时点啊，不能放过它，这种机会不能让它错过。但是我讲更坦白啊，因为回答有好多层面，我也没有，其实也没去想，你也都知道嘛。我们写的这些书，你说我写了什么书？今天来这个对话，我早上还在问梦里，突然是他跟我提醒，下午后来你中午在提醒，就是你在提醒说有这一场会，他在提醒我，可能我们的可爱的 Ann 会问是为了这本书啊，我在想。哪一辈子写的这本书叫做清醒的睡还没有出来，也没有去准备吗？对不对？这我想都知道嘛，就很自然，就是一个力量在带着我，一个生命的力量，一个螺旋场带着我，该做什么做什么。其实我也没有事，所以这不可思议。我在讲实话跟你这样讲，我在吐哦。梦怡在帮我有记录，他不知道。我也不认为是问题需要跟他讲，我只是跟他讲说我一会再回来，一会儿就吐不完，我跟他讲五分钟十分钟，一下一个小时再回来，也有发生过几次，然后继续我们再谈，他也不知道回来，我本来也不想讲的，也没有 why， 他不是事嘛，这肉体不是，心里在欢喜啊，大欢喜啊，而且这欢喜是啊，也没办法用语言去表达。所以我们大家你看5月17号大家这个凝聚起来，4000人，对不对？有第一场、第二现场，你都帮助这个组合嘛？整个经过都是奇迹嘛？我想都最亲手经验，我感觉难忘。是你跟我讲，我4月初突然要回来，想回到台湾，那时候眼睛还不稳定，他现在也不稳定啊，眼睛那时候还红的。那我也不知道，算了，我没关系，我们定。但是你接下来细节，我想办一场。希望大家凝聚起来，很久没有照顾大家，一年多，对不对？啊，我想跟大家接触，也知道这时候很多人很开始成熟咯，就希望有这个机会制造一个生命场，很大的生命场，我们大家共修。那你四月初跟我讲，提醒我说，啊，当然其实我也知道，这个不可能可以定一个这种空间。这种那么大规模的这种一个会啊，一场一个点啊，还更不用说什么我们台湾的 TICC 国际的 Convention Center 一个会议室，不可能的，这会议场这样子没有这种机会。那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对话，我说静文，你要有更大的信心，要有更大的信仰。因为一切是符合宇宙，不是我们个人想做什么。你还记得我说过去我们也定过，但是发生的事我们也取消了，对不对？假如宇宙要叫我们安排这场会，没有个东西会挡住的，自然有些方便会出来，有些 opening 会出来。不要叫我们办，你就是登记，我前面的登记也都会被取消，就是那么那么有意思，对不对？那你当天晚上就回来说，诶，好消息，这个有人退掉，然后接下来就跟我讲更好消息，是个礼拜五。那时候我还不认同什么礼拜五是好日子，后来发现是对的嘛，你讲都是对的，好日子。然后接下来过了几天，就是我们一开放不到一天多嘛，整个爆满。我感觉很过不去，感觉对好多人他就是慢了，资讯转达慢了几十分钟，或是报名不进来，感觉这些朋友没有照顾。后来你又跟我讲又另外一个好消息，那一天怎么很巧又第二现场有人报名放弃了，所以突然两个现场，从没有到两个现场，最好的日子，这经过你亲手，对不对？
就是宇宙在带动我们走，不是哪一个人在主导。那天你还记得吗？下午早上大雨，你还担心这个报名，你设一个比例，不像我想你跟 Kelly 大家一样都是这种心情，不希望就是说好不容易开放多少，你守住一个打一个比例啊，那我们经常打一个这个比例，比如说他预测可能八成、七五成或多少成来，这样的话他给多一点人机会来，他守住这报名的这个啊数字，他担心他错，到三点多四点，从夜里面都在下雨，这个天突然打开了，太阳出来了，很圆满嘛，对不对？这个跟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点关系，可以这样讲，跟我就是宇宙一切带着我们走。所以在那天晚上我也是大欢喜啊，见到大家，我们生命达到一个共振，带大家，我知道很多人很诚恳在那样，希望他有得到一点一个互动，心跟心的共鸣，所以我是心跟心在讲话，没有任何其他的出发点念头，一个杂念都没有。对我，你跟我回头想，说讲什么，什么都不知道，没有去想，也没有去这个啊，去什么深的准备。假设准备，我大概没有投影片，就这样子，就是很顺啊。你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整个经过，所以这一切都好，一切都是很自然。肉体跟心是两回事，两个轨道。只要一个人懂到这，没有事，没有矛盾，顺着走。那有一天这个肉体会走掉啊，还有其他的疾病啊，对不对？都 it's OK， 没有事，没有事，没有矛盾。谢谢你问这个问题。谢谢。我想说下次有办活动可以用，不过自己听一听觉得蛮感动的，觉得一切都很圆满，莫名其妙搭上一台车，这台车不可思议的到达了我们要去的地方。觉得 amazing， 对，谢谢。我想知道说，在文字的体验上，还有比如说像蜂巢专辑声音的体验上，那还有一个活动，共修活动或是全日的工作坊，这样子的共修体验上，我想知道这三种体验，他们是会有怎样的不同？来，谢谢。好，文字的这个层面哈。康健天下我们合作就是文字嘛，书是靠文字嘛，很有趣，它是靠眼睛在做这个觉察到的意识连起来啊，眼睛再加上观想，在这个整合连结产生一些意义，要不然看书没有什么意思嘛，没有意义嘛，然后再这本身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人都是左脑化，这是左脑的社会，理性就是左脑嘛，资讯为主嘛，知识为主是左脑的状态。但这个它最多只是给大家有个头脑的架构，设置头脑架构，你头脑要抓一点东西，给一个架构。但是有趣的是什么？听，这个蜂巢完全是用听的作品，我们读书会也是听哦。它是好像不能讲完全是右脑，偏向右脑，它直接点到心，不理性的点到心，听到一个声音。你看，有时候我们用一个某一个调，一个步调，声音的这个高低也好或什么，很多人就开始掉眼泪了。他受到一种层面的感动，他也没办法解释，不理性当然就没办法解释嘛。所以他把左脑右脑两个整合起来，用直接用声音来带大家让眼睛休息的状态，很多人听是用闭的眼睛啊，来达到一个好深的层面，那个层面不是头脑在这样想的层面，很重要哦。其实修行，假如有个东西叫修行，它是靠更深的层面，但是也离不开眼睛的层面，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两面一体，几面一体嘛，来带一个共修，那共修更有意思，它是做一个大的整合，靠着大家每一个人那个生命场的力量，所以很多我们这些带着大家的那时候静坐回到家，他就是用自己去制造那个环境，制造不出来，因为他有一个
少了一个生命场，那个生命场的力量大到一个地步，我想过去跟你分享过，很多国外我都没有跟他们讲我有办活动，根本就没有讲，他们也不懂中文，我也不用英文或是其他的语言去讲，他们总会知道，总会感应到。啊，我过去有讲到，就那天早上还没有开始办活动，中午时他们一个一个 email 进来了，叫你在哪里啊，你在做什么，怎么会感受那么深那么大。那等到晚上那不得了了，就是他是透过什么在感受，就是生命场，大家四千人的生命场带动一个力量，那这个力量是比什么都大，但是这个脱胎换骨这个力量是个本身是个大的恩典，不是母母人的恩典带来的恩典，不可能，是这个一体心透过这四千个人，透过我们大家的这个每个人背景不同，对不对，带出来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共修有这个必要。那当然随时假如有这个跟其他的，就自然就发现兴趣改了，人生的方向改了，价值观念改了，自然就会跟某些人开始团结起来，就是造出一个神圣的圣体还是怎样啊，生感生感。其实这个我常讲这个杀圣，杀圣就是我们在讲读书会，我不喜欢用这个杀圣，杀圣是个上师带着大家来进行一个共修啊，我们没有资格讲这个。但后面杀圣，圣这个字就是跟生感离不开，就是团队神圣的，跟你心住定在心，就是跟一体合并，跟在合并，就是自己啊，讲一讲就是自己啊，这就是生感的观念。所以一个人懂这样子，他自然发现他的圈子朋友什么兴趣开始变了改了，他不需要，他不费力，发现他会吸引有些人，他过去比较不会感兴趣，或别人对你没有兴趣。那接下来，本来很多常常会聊天，或者发现好像这个兴趣改了变了，圈子变了，所以这个不，这个在自己家庭都会发生哦。所以为什么我常劝很多人，这个妻子、先生或是伙伴或什么，要一起这个进行，要不然假如这个兴趣改了，两个是变成 incompatible， 就是两个不合不来了。那站到一个大更大的整体，也没有什么合不来。你本来都是个大妄想嘛，对不对？一切都好嘛，啊！但是在这个人间，它就会开始一些变动出来了。这是我相信我好多朋友，你现在录下来听到这，他马上得到一个共振共鸣，也就是在讲他个人的经过。假如走到这里，他一心走到这里，他已经刚刚我讲，他已经在体会到，甚至在活的当中。